在粮食和弹药补给供给的时候，仅数日即已到达长津湖运城的南端。27日，东建战区湖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当夜，志愿军第九兵团一声令下，各部冒着人团在冰封雪地与敌展开激战。27日十六时，第27军开始发起进攻，对新兴敌又看到副战队之头进行分割包围。第20军于28日凌晨，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夏季军四营营、西兴营及小营太原一线之敌。经过连续两天作战，第九兵团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北军的分割包围。东建本军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由分团的援兵迅速转移。第九兵团出发，根据敌情决定，先拿下西兴营，而后攻坚北滩和下营。11月30日，西兴营的作战开始。了不起，真的。发生一支主力对西兴营之主力发起进攻，驻守西兴营的是北京师第31团级战斗队。该团曾经经过苏联的西援大队军，而后称北加熊。此时，在志愿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至12月24日，西兴营战斗胜利结束。志愿军第27军全歼北第31团级战斗队，共歼敌3191人，击毙北第31团指挥官麦克南上校和继任指挥官贝斯上校，缴获北极熊团团长，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敌军一个加强版的经典战役。新兴敌战斗结束之后，东线敌军第13线部队、第10军军长阿尔维德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向前兴西南地区实施总退却。第9兵团各部队按照部署，各部贴满敌后弹药补给，提高警戒，对南逃之敌展开围追堵截。长津湖地区激战至12月24日。第九兵团北新兴旅柳丹团夏杰旅等敌区之马以歼灭敌阻击，北陆战第一师和第七师溃败了敌军，其他敌军也遭到重创。东线志愿军共1.53万人，迫使敌军全线败退。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遭到沉重打击后，开始向38线实施总退却。西线敌军于12月16日全部撤至38线，东线敌军残部逃到东海岸新罗港，在海空火力掩护下登船登船上转摇。现在就这么强，也是朝鲜战争的全攻势变成了自杀局。美国企图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是吧？是吧？清川江畔是吧？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脱离美国为首的中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所进行的一场殊死战。